吃，我说，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呀？啊，碰上了这么个糊涂王爷，狗屁不懂，还浑横浑横的。行啊，来吧，反正是流水的衙门，铁打的寺院，耗呗。李大人，就你受的委屈多，你说吧，怎么办那个糊涂蛋？依我看，就是一条，给他来个糊弄，他能糊涂，咱就不能糊弄，全国上下糊弄一遍，到时候满朝文武、皇上太后，那可就受不了了。这是什么地儿？啊？户部？哎，这是户部。对呀。哎，我这儿有词儿了。有词儿？有词儿。哎，咱们凑合吧。凑合，凑合，凑合，凑合。好。哎，哎。提起金老五啊，哎，他真是好糊涂啊！哎，这金老五是谁啊？金老五你都不知道？爱新觉罗那姓金，至于这老五啊，就是咱们那糊涂王爷。哎，提起了金老五啊，哎，他真是老糊涂啊！哎，我说，那五爷啊，真不懂事儿。是，提起了金老五啊，他可是真狗屎啊。哎，是真狗屎啊，是真狗屎。是啊，狗屎的意思就是吃狗屎，行狗屎。哥几个吃着呢，啊，我瞧瞧吃的什么呀？这是，哟，伙食不错啊。接着来吧，坐下坐下，接着来，接着吃啊。我呀，路过门口，我听着这里头挺乱呢，啊。我说，要不然我听听墙根儿，看看我能听见什么。嘿，这一听还真让我听见了。哦，合着哥几个这骂人呢是吧？啊，是不是骂人呢？啊，谁编的呀？说的不错呀。再说一遍我听听，再给我来一遍。啊，那儿请。别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么大人吃西瓜都不会，怎么都吃脸上去了啊？呦呦呦呦呦呦！别！怎么了？我看看这是怎么了？谁这么大本事，把我们都欺负成这样了都？不是谁，是他们。他能把你欺负成这样，没听说过。你知道吗？户部啊，光清吏司就14个，管着全国27个省呢，还不算顺天府那个什么景田科呀、八旗俸禄处啊，行，什么内仓啊。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告诉我啊，咱们加班加点的干。咱们？你们，多怎能干完？他们诚心的，他们。按理说这账啊得按各司按进出一笔笔的来，这帮王八蛋把账都混到一块儿了，往上这么一送，甭说查了，光捋账没10天半个月的捋不清楚。哎呀，就这账，我告诉你们，下辈子再下辈子下下辈子你们都甭想。轮就你说话没用，真是没法弄。旧账没完呢，新账又来了，你说能查完吗？哎呦，我的爷！你这掀桌子翻板凳，这户部40来号人，你这得罪了一半。哎，对了，老徐，那酒席是你摆的呀？你也想挨揍是怎么着你？我的爷，咱们办的是公事，公事就是大家的事儿，你把大家都得罪了还有个好？外头这帮人能把咱们齐伯根埋喽，你骂都骂不出来，信不信？那怎么着？拿着大清国的俸禄，他能反到天上去？
老五啊，你是王爷金枝玉叶，我们这……哎，老许，你还打算提提从前是怎么着？当初要不是我照应他，早就饿死街头了。这个，咱这不打脸，你这别提从前。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你不是你这，急了，急了。行了，我明白了，归了包堆，这一堆账不能咱们查，还得让他们查。哎，老五啊，那帮混蛋也得干呐。你就是能使唤动他们，他们也得有一搭没一搭的。来一软磨硬泡。是啊，所以呀，要捋账先得捋人，知道吗？捋人。嗯，好，谁给我一苍蝇吃，我立马还他一蝎子胡子。要我看呐，还是先安抚。安抚什么呀？遏制。哎，老许，你跟我说户部管着仨库，那是摊子浑水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是想让你知道知道户部的乱劲儿，心里有个底啊。哎，老许，你说我要是把盘库这事儿拽他们头上，这够他们喝几壶了吧？这个，这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我明白了。老五的意思啊，是先给他们下马威，先整人，后整账。要不说他是师爷呢。行，老五不软呐。哎，老五，哪儿的库？什么库啊？户部底下管着仨库，哪仨库来着？是银库、绢匹库，还有这颜料库。哎，对，什么这个马料、粮草、茶叶、布匹，不是吝金称，就是吝尺量。我看他怎么打马虎眼，糊弄我，我治不死他。我，瞧瞧。给为了联系，这是洋人的地方，起来吧，坐，坐。哟，王爷来了。哎，坐，坐，坐。这儿都是洋人，咱们不显眼啊，随便说，没人听得懂。怎么着？听说我那个五兄弟把户部都快弄成戏园子了。王爷，贝勒爷，我求求你们二位，他哪是来查银子的，简直是把户部当成了摔跤场了，见人就骂，随手就打呀。哎，今儿把我举起来像玩石锁一样把我上下耍，王爷你可得为我做主啊。那个烧火丫头查账查得怎么样了？那娘们哪能查账啊，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哎，大勇啊，你怎么不言声啊？听说他对你连打带骂的，缓不过来了吧？可别，你可要站稳脚跟啊。是，不是说查库吗？那可是为了给你们好看，甭怕啊，放开了给他使坏，给他捣乱啊，等那库查漂亮以后，我再赏你们。别介，这点事儿啊，奴才一人就办了。他们想查库，老喽。哼，咦，给王爷请安，王爷吉祥。行了行了，都起了吧，甭虚头巴脑的了。是。嗯，走吧，进去吧。王爷，不让关海查库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人家说了，早上有公务，说晚点过来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他们来了，你给我弄把太师椅，我瞧着他们查啊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？您看，您一大清早过来，您看这空气多好啊。净他妈废话。嗯，进来吧。给王爷请安。王爷，
您请一茶。佟宝子，来来来，你这不是内仓吗？怎么还有老娘们儿啊？外带着开窑子是吧？王爷，您这话说哪儿去了？奴才怎么敢这么不知道深浅呢？回王爷的话，这些小女子啊，我都是为了您特意请来的。哦，嘿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是打哪儿听说我好这口的呀？奴才哪儿会打探什么呀？不过这内仓僻在郊外，从来茶库的大人们可都不愿来呀。来了以后，一路风尘雨雪的，再看着奴才们的老脸，就更没有兴致了。所以啊，奴才向例要请几位女子过来。他们都能干什么呀？王爷，这倒不是奴才夸这帮姑娘，这帮姑娘个个可能干着呢。王爷，您知道吗？他们可不是平常人呐，他们可是那些宦官家的小妾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习惯了。您说谁敢把他们娶回家去？那就出来当了暗门子了。哎，也算是。不过，这帮眼科也高着呢，他们一般的人可看不上，脏兮兮的，他们都不待见。是啊，你还没告诉我他们都能干什么呀？王爷，这花样可就多了。您先甭说别的，伺候您啊，舒舒服服的，伺候您梳洗，一准让您舒服到家。王爷，您要是晚上不想走，那奴才……行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哎，吴老徐啊，要说咱这一路走来也确实够辛苦的，啊，怎么着，让姑娘们伺候我更衣吧？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伺候王爷更衣。哎，是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哎，这位爷啊，王爷更衣，您就跟我来吧。嗯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您。